功德山每个月都会举办遍洒三千活动，希望让大众增长慈悲心。功德山宽如法师定期举办遍洒三千活动，救度当地无形众生以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并替所有与会者及一切众生求赐无量福，代替一切众生求忏悔，求灭无量罪。遍洒三千也是将我们很对大悲咒的恭敬虔诚跟很大的信心呢，来持咒来回向到这个大悲咒水。那这大悲咒水我们再来洒出去能够给人喷一喷然后洒到这个江河大海呀，因为江河大海里面也有很多鱼类的众生啊。那这个畜生道跟鬼道啊，跟天道，每一道就是六道的众生啊，他们都有业障的啊，都很需要大悲咒水的帮忙啊，因为他们没办法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啊，所以呢做了很多恶业啊，所以甚至他们不能投胎来当人。那我们有这个妙法这个妙宝就大悲咒水能够来利益他们洒向他们。众生要以虔诚恭敬的心参加遍洒三千，借由遍洒三千的洒净，让大家现世所求满愿，事业顺利，健康长寿，也可以让六道众生，我们所带来的冤亲债主、历代祖先等同沾法益，离苦得乐，往生净土。十方新闻黄慧汝、萧瑞峰，桃园采访报道。